就伫要过年咯，花坛乡济南救助会为着要予独居长者，或者是行动无方便的时段，也会当温暖过节。伫个新春岁末的时阵，邀请花坛乡的平人户举办一场花坛友爱、幸福同在、幸福围炉活动，予因会当感受到社会对因的关怀。本公司新将所有有线电视公司嘛，秉持企业社会责任，共同响应协助办理这边的活动。在社会上的一些角落，有很多困苦的人因为经济弱势，而且因为法令上的限制，无法度得到政府机关的协助，所以有一群热爱花坛人士组成的花坛济南救助会，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只要花坛乡有任何济南状况，拢会当寻求济南救助会协助。在这新春岁末，因嘛邀请到花坛乡的弱势家庭，举办一场公益围炉活动。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这次在花坛各村村长的协助之下，邀请花坛实际需要帮助的家庭拢总150户前来参加，希望会当在年前帮助困苦的乡亲有一个袂阁寒冷的冬季。今仔是吼，咱这个一年一度吼，咱花坛自然救助会吼，每一年吼所举办的这个寒暑吼有下雨，因为疫情的问题吼，所以咱今年嘛甲去年同款。用介着送物资，以及着联菜，甲着咱一个关怀金安尼吼，真欢喜吼，会当吼咱即个高安人家，即个头家吼，管咱古董吼，伊会当咱逐年拢借用咱即个较好的所在、较快的所在，互咱每一年会当安尼办了愈来愈大，借用即个机会伫地方上有较迄个。较有需要帮助的人会当安尼有一份小小的年菜通好食，啊，佮有一寡简单的物资，佮一寡关怀金，分会当安尼伫即个年底会当安尼，大家较好过年的啊嘛感觉社会温暖安尼。今仔日感谢着咱花坛济南救助会尤其是咱的高安英姐来带领，互咱乡内真侪即个善心人士，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互咱大家即个物资拢会当集结伫遮内底全部的这个物资拢是咱家己这个有心人士啊，是善心人士落去捐出来吼，拢无错一个补助。啊，现场这个物资真多，也是讲咱这个高安家做人成功，咱互助会做人做了嘛真好。啊，所以讲各方的物资会当到齐，啊，互咱乡内这个需要物资的一寡地所，也是需要得救助的人会当过一个好年代表的公所感谢着咱的互助会替咱这个社会会当更加温暖。除了物资以外，现场也安排节目，让大家可以欢喜过年。只是爱心无限，但是经济却是有限。花坛济南救助会因为不是立案的慈善团体，无法度正式对外来募款，所以本公司新将所有有线电视公司也本着企业社会责任，共同响应协办这届活动，并且邀请有爱心的花坛乡亲可以站出来，共同加入花坛济南救助会行列，来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新中华新闻北边林花坛采访报道。